靠，突然被扣一个十八，什么什么东西？摸小鸡鸡呀！去摸小鸡鸡呀！靠，有什么不好吃？哪有什么不好吃？给不给人玩游戏、啊？你们会不会甩呀、啊？给不给人玩游戏啊？烦，我不喜欢甩甩光。突然不分了，好像走在路上被车撞到一样。嗯，哦、这怎么会有车？是人行。人行专用道路，我们开上来撞的、哦，怎么会有车？三五哦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不是在看你开现状？我开上来，就像你这样把梦打给我吧。干，我又没有，我又没有，我有个，我也不会打，只会打、啊，看智障啊，演拍的会打。对了，对，我没演，我连听都没听，废物，交给你。没换吗？又有鬼东西啊！好啊！哎、欸，我先说我没有了，我淡定年久了。好，好，要换吗？可以换，不用，不用，没关系。可以换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还可以不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拒绝！我拒绝！我用我的身体来拒绝，不要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。六个。要吗？碰死你！我给你碰了，我就要等着你碰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有？随便，随便说，你是。在那边好小。碰。哦，是哦，雷梦刚刚连一啊、哦。有啊，他有给我啊。我没有，我没有给你，我六十九。哦，是哦。15、16，我也你有给我，所以是18还是21？哦，算了，等下你补2给他就对了。喝完，你补二给他就对了。我也你有给我，因为你给我两点，你该两点对了，我给19而已，该两点对了。一点，九条。表情凝重的打出了7笔，这个，看，不是，我想说，好像这副牌也没有什么几百血，不是，我没有几，没有几，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改进的空间，几，屁股，几百血，几百血，我没有要不简单啊，你放心，我会直接打西瓜，不简单、啊，哎，摆在这儿。你还是把枪还给我。鸟姐，志尧问说，手牌44万，一张白皮，单调白皮，暗克两克，明杠一克，我杠上自摸。请问我有碰碰胡跟三暗克吗？有的厂竟然说没有三暗克跟碰碰胡。你的手牌有41克，然后你有两个暗杠的话，那就是有三暗克。对，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